给你点上新灯。这个阶段我们再来看，在2010年的新春，莲生法王卢盛彦在台湾主持孔雀明王护国护魔大法会之后，在3月5日离台返回西雅图，离境之前佛驾了桃园的广喜堂，特别开示灌顶。今天我们就来看当天的精彩内容。活佛在抵达广喜堂之后，应莲花春莲教授师之请，做了瑶池金母状元笔以及画符灌顶。这是师哥呢，在新春主持的大法会呢，四徒有们所有人8000万，广喜堂呢，还有所有同门呢，我们也要供养师哥8000万。第一，我们千万要重传承；第二，我们千万要敬师重法实修；第三，我们千万要慈悲心。我们千万要发菩提心。第五，我们千万要摄守三昧耶戒。第六，我们千万不能退道心。第七，我们千万要请佛注视。第八，我们千万要跟随师尊的脚步走。祈请师父留下你的佛足印，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走，走向正行，永不偏离；走向正轨，永不离轨；走向正道，永不退道。最后请求师父，千万千万要记得我们，请求师父，千万千万要再来广喜堂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大家。首先，敬两名和尚，沙迦正通上师，16世大法王帕玛巴，图登达尔上师，敬坛城三宝，广喜堂。所有的这个负责人啊，还有这个广喜堂的所有的义工，谢谢师尊。助教、堂主、各位同门，大家午安。这个广喜堂啊，这个因地利之变，地利啊，它离这个机场最近。他每一次呢要回去的时候，会顺路这是顺路因为顺路从这边走过去就是机场，所以顺路就来这里一下。他每一次的班次都是在晚上11点9点以前要去机场。他们因为又顺路，那又是时间
刚好呢到这里可以又可以吃一顿饭。别的堂没有，你没有讲说那个别的堂有没有仙女？什么广喜堂都有仙女？说仙女从别的堂也来了。顺便看一下仙女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缘分，缘分。那么今天在这里，也很高兴看到这个光贵女士啊，请来上去。啊，他讲他说他已经70岁了，看不出来。这个缘呢，这个他就是。这个林千代师姑弟弟的夫人，他们家是住在东市，东市佛县，佛县，佛县是日本话还是客家话？日本话，日本话，客家话呢？东市我知道以前我们讲东市就叫陀县，陀县，陀县日本话。那么这个结缘呢，我们结缘在很早之前，我还没有去美国，而且我住在那个违章建筑的地方，在台中金武路违章建筑的那个很小的房子里面，35年前啊，那个时候呢，那个房子只有一个水龙头，这个水龙头啊还要做厨房用，还要洗澡用，那没有，只有一个，把一个地方，一个小地方隔成两间，一间就是卧室，一间就是客厅，隔成两间，那没有厕所，啊，厕所是外面，在外面的公共厕所，那么。有一天呢，我在客厅用唯一的水龙头把门关起来，用唯一的水龙头洗澡，那时候用一个盆子哈，啊，把水放下去，啊，就是在客厅也就是浴室了，客厅也就是浴室，也是招待客人的地方，也是我问事的地方，也是我写文章的地方，也是什么都是在那里。啊，厕所是在外面，公共厕所。啊，那时候生活非常的艰苦，但是问事情很灵，很多人闻名而来。那么在那边的时候啊，我正在洗澡，所以有人啊推门。啊，因为那个门啊，那个锁不是很紧，所以我就一边洗澡一边把这个一手啊把那个门啊弄紧一点。啊，突然间这个门的缝，捂着眼睛看进来。啊，不是方贝美女士，不是。
是方桂敏的先生。是基友长的弟弟啊，你回去问他哈，这个有没有这回事？他如果他还记得住的话，真的，我用锁一直压住门，他一直在推开门。我在洗澡，因为就在门的旁边就是水龙头，就是在那边洗澡。